众所周知，多个撑杆僵尸能利用站位原理卡掉土豆雷。有粉丝提出，多个矿工僵尸也能利用站位原理卡住大嘴花，请问这是不是真的？ A 是真的， B 是假的，请看完整视频。大嘴花没有对僵尸发动攻击，正确答案选择 A， 这是真的。我们都知道，在小僵尸大麻烦模式中，红眼卷僵尸的体型会变得特别小，那么一个樱桃炸弹能否消灭小型的红眼卷僵尸？ A 能消灭， B 不能消灭，请看完整视频。樱桃炸弹消灭了红眼卷僵尸，正确答案选择 A。 课外拓展题，众所周知，在锤僵尸中，普通僵尸锤一下就会被消灭，路障僵尸锤二下就会被消灭，铁桶僵尸锤三下就会被消灭，那么红眼卷僵尸锤几下会被消灭？ A 锤一下， B 锤二下， C 锤三下， D 锤四下，请看完整视频。红眼卷僵尸第一下就被消灭，正确答案选择 A。